头发即目前开始哦，也尤其是中南部的头发，还没讲已经可以。不过台东上礼拜六，因呢头一摆判的头发即也发通，安尼一年都结束个。伊当呢本单过去太个相亲，有些把失望。不过很多有人建议个是，希望发通个内容是得个加强衬托屯港土，本菜体个特色产业屯文化，是得本人看到。杨政府也讲，确实有改善个空间。自打春天最早开花，传统客家歌舞会推动体育摆举办的通化节开幕。各受到天后异常的影响，不但想推动的如通树花开五掌，春天各地的景象也都差不多。就算派出了一点，也都向前对地方举办通化节，狠狠因为发同人过来，乡下主亲土老讲土，老人的精神，老人的故事呀，安尼迁移的历史，讲本大家听，他们后代来听，安尼唔将发通的意义啦。当然也不是音乐啦吼，安排可能做得较长的，每一天讲一千啊秘籍，音乐都判的。地方的外判发通吼，应该结合安尼所有沙器吼，借由安尼发通吼，来将安尼地方的特色吼。日本所有推动也蛮好，前线的那游客哈蛮好哈来了解。主办单位推动人政府表示，因为过去没举办通化节的经验，故所体育摆规划很系做进步的空间。就算不管开发的前景样板，通化节都应该回归做推动客家文化事务的进行突天。最重要的，很系希望做在从了会做出发点到地方结合，帮助客做在行业杀起庄头，从对青年很系展示丰富的文化魅力。你咧总头系叫乜嘅特色吼？可能安尼老乡结合起来吼，都强转型的安尼推量吼。可能是一总头一拍卖嘅，一总头一拍卖嘅结合翻过来，就可以做一种安尼一套装嘅形成。人政府表示，为了将为青年打造客家之路，征求大家嘅意见，等强将打造出文化特色嘅乡镇社区资源整合，并推动发展出如此个风格嘅通化及文化。香港做的是在台同地方的文化老经济发展。香港新闻总台都报道。